Hello，大家好，欢迎收看《雷电不插电》。这是刚刚在国内开启众筹的北欧众神桌游的体验报告视频。很开心啊，也是能提前拿到这个游戏的一个英文的样品。这是我做的最困难的视频之一了，因为这个游戏对于我来说是非常的复杂的。它在 Board Game Geek (BGG) 上面的复杂度评分是接近四分。 像我的水平啊，平时大家也都知道，是玩那种什么探索地牢的大美式啊，就是大美式，不是说它很难，而是东西很多的那种，就是狂打怪就行了。我这个脑力真的是玩这个游戏啊，有一点困难，但是我很努力了啊，因为我真的很喜欢这个游戏的主题啊，北欧神话，咱刚研究完不久啊，但是时间也非常有限，以我现在的水平，只能和大家做两部分的内容，第一部分就是开箱。 基本上就是给大家看看各个配件，以及这个三 drop 预图的模型，桌游本身的质量，我觉得是非常强的。另外一部分呢，就是在我玩了两把之后，和大家讲一讲整个游戏大概玩起来是一个什么样的规则。那么以下这两部分内容，大家各取所需啊。如果有人能全都看完，我真的是特别的感谢你，因为我做这两个视频是很认真的，毕竟咱脑子笨，再不勤快点儿。 <laughs> Sorry，可能没有办法像其他的游戏那么斩钉截铁的，或者是给大家做一些结论，因为以我现在的水平给这个游戏结论不出来，我只能说它非常的复杂，非常的厉害，对于主题还原的非常好，美术非常的漂亮，模型很好看，其他的这游戏实际玩起来怎么样啊，还需要进一步的考察。所以如果你决定继续看下去，要做好心理准备啊。那么直接就开始开箱内容了。喂、哎，大家好。 北欧众神一个超级大凹印的开箱，这个是一个样品英文版。这次给大家带来一个简单的内容的介绍，后面我们开完箱之后，我也会试玩一下，再和大家讲游戏的体验。盒是非常的多呀，这个就是它的基础盒，非常的厚啊。这个是它的众筹解锁盒，里面有一些 boss 啊，还有各种模型。这个超级扩展。 这个是一个地形的模型扩展，它就是代替了基础盒里面的一些纸板的立牌儿。这两盒也都是额外的，这个是更多的怪物，这个是巨人的一些扩展，内容非常的多。这个是符文扩展，就是把你游戏中的符文纸片变成塑料的。这个应该是众筹限定的一个。 英雄库这次拿到的是玉图的，还有一个画册。这个游戏的美术非常的漂亮，这个页数非常的多。这个游戏风格特别的豪放，有那种北欧众神乱斗的感觉。我们挨个看一下啊，先看这个基础盒，一二三四六七八。 这个和 A.R. 社其他的那些桌游的厚度是差不多的，但是这个是一个区控型的桌游。其他那些我玩过的，像《无痕圣杯》和《以太梦境》都是剧情类的。先是一个说明书，那现在这个样品还是英文的，这个是英文说明书，到时候也是有中文的。一个双面的大版图，这是双人的。 它就到这儿就结束了，就玩这半边儿呗。这边是四个人五、哦、三到四人的版图，这上面有非常多的标记，比如说兵营啊、祭坛，好像是这是神像，放底座，然后后面你能见那个奥丁、索尔和弗雷亚那些的神像，一层一层的建，一会儿就能看到了。它这有非常多的标记，这是北欧神话中的大陆。 白色实线圈里面的就是几个界域，然后其他带颜色的大陆是各个部族生活的地方。这些部族要在诸神黄昏前互相战斗得以生存下去，他们可以和各个界域结盟，然后使用各个界域的特殊行动。这中间是一个世界树，把这个盘摆在这儿，可以通过六个界域做六种特殊行动，以及中间的这个建神像。 我拿到的这个样品其实是已经拆开了，所以给大家可以看一下。这是一些戒玉的，好像是放在这儿。这还有各种配件，每个人一个英雄面板，可以四个人玩。这是可选的六个英雄，然后把英雄放在英雄面板上。每个英雄有一个特殊能力，三个属性的初始数值都是二。 而且这英雄面板啊，可以翻过来。就是单人游玩的时候，和咱们对战的奥 m a 就是 AI 角色，他们有自己的起始属性，还有一些偏好，都写在这个卡面上。这是一些怪物。洛基，这个是基础盒里的唯一的一个 BOSS。 有六个怪物，到时候打的时候用你的技能把这些都填满，应该是。然后这是一些立牌和符文，这个就是我们建一个小的这个雕像。如果我们买了那个雕像模型的扩展的话，就可以用那个来代替，就不用这个纸的立牌了。然后是三种符文，原本的也是从板件上拆下来的符文，买了那个扩展的话，就也不用这个纸的了。 这一包就都可以替代掉，应该全都变成塑料的指示物。这个是每一个玩家的，这包括两个大型的底座是可以控制怪物的，还有一个小型的底座应该是自己的角色。这些是你的控制标记，到时候会放在你相应的一些区域和中间的生命树上。嘿嘿，我已经看过一点规则了，虽然现在还不太会玩。会灰色、绿色、红色、蓝色是四个玩家。 这就是四个玩家的配件一二三四五六。1, 2, 3, 4, 5, 6, 首先是六个英雄，那这个英雄是灰魔的，是因为我们直接有一个解锁的瓦尔基里的模型。每个玩家选择绿、蓝、红、灰中的一个颜色，每一个人有一二三四五六六个小兵和一艘船，应该是刚开始船在海域上面。 我们把兵从海域上面运到相连的陆地区域，就开始我们的游戏了。大概就这意思啊。每一个部族的样子都是不一样的，这个就比较瘦，感觉很灵活。这个就是很壮，维京人。这也、个、就是很野蛮。这个感觉比较高科技。它这个是暂时装好了的，大家拿到的时候是分开的。板件上面有它的生命值。 这代表它的兵的数量，一二三四五六，下面有一个小盖子，要自己来进行组装。三边看，很方便啊。看看这船，这个预涂的效果好很多，基本上就先不用自己涂了。这模型太多了，但如果你完全想自己涂的话，就可以买灰模的。当然，它这个预涂好了，你再在上面涂颜色。 它的渐变的效果也会更好一点。就我有限的知识吧，这个是要放在神像底座上面的一些祭祀，每一个不足四个。哇、哦，最厉害的来了！先看这两个头子，一、一、一三个一，两个二，一个三。这是单人模式 AI 对战 AutoMa 的行动卡随机数，通过投这个头子三选一。这红色的是怪物行动的一个随机数头子，包括移动和区域攻击什么的。 三个大神像和六个小怪，我们先看一下这个小怪，它这是一种很有科技感的神话，或者是说把以前的那种雕像让人感觉具有一定的科技感了。这个拍出来的效果感觉没有实际拿在手里的那种感觉好。我们换一个相机啊，好，现在换了一个拍 vlog 的相机，相机拍出来的质感好太多了。这模型这水平。 在预涂之后效果更好了。你看它这个是有一定质感的，这个布料或者是葛的吧，这吱吱叉叉的。<laughs> 弗雷亚被我腰斩了，是因为它这个雕像啊是分层建的，它这有一个底座，小的祭祀可以放在这个底座上，然后雕像建的时候，哎，建一个腿，然后哎再建一个身子，最高是三级。 建完了之后，应该是能得到一些赐福。也是先建下半身，然后再建上半身。咱们是扮演部族，并不是扮演北欧的神。我们是要祈求一些神的协助，然后去干掉洛基，诸神黄昏的始作俑者。这正好和我们前年《战神》最新的重启之后的故事。 和背景是完全相关联的。索尔有没有点像玩战神的时候立着的那些雕像？特别的酷，我觉得这个美术太棒了。 虽然是静止不动的，但是感觉特别的有活力，有，是不是这么个感觉？机械的，玩的时候基本上是这样一个视角，因为众筹的页面还没有上，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启。 所以价格也不清楚，包括预图和非预图的版本，太酷了，稍微点缀点颜色，洛基。 这是各个神的儿子或者女儿的头衔，在选定角色之后选一个头衔，有一些额外的加成。这些是神的神器，你只要控制了有神像的区域，就能够使用这些神器。还有一些怪物的神器，打败之后就可以获得。这个应该是单人游玩的时候奥特曼用的行动牌，抽到之后根据他的提示要怎么怎么弄啊，怎么怎么弄。 这是一个官方的奥特曼，很适合我这种喜欢单人玩的。challenge 挑战，多套提示卡，包括四个玩家的每人三张的提示卡，以及一个奥特曼和你竞技的 AI 玩家的三张正反面的提示卡。他这提示卡做的还行，了解了规则之后，看着这个提示卡来进行行动就比较方便。呃，奇数卡。 是 automa 腐坏标记，是神像建造的技术。一个人玩的时候的，两个人玩的时候的，和三到四人玩的时候的。这个是诸神黄昏条件卡，一共有五张，玩的时候都这样打开着。这是双人的，杀掉一个怪物，三个已经建好的神殿，一个完全建好的神像，一个英雄拥有五点属性或更多，一个玩家控制了一块大陆的所有区域。 那如果完成了，就要把它扣过来，好像是有三张扣过来之后就会触发诸神黄昏，再下一轮就怎么怎么怎么样，然后游戏可能就结束了。每种牌有两组，两个人玩的时候和三到四人玩的时候不一样，三到四人这一套呢，一般来说肯定是更难或者是要求更高，甚至加上扩展之后就可以五个人玩的时候的诸神黄昏的要求。 一个玩家控制了两个整块的大陆，一个玩家拥有六点的属性值，一个玩家杀了两个怪物之后，嗯，因为三个人以上是杀两个怪物就可以打洛基了。一个完全建造的神像，五个建好的神庙，这是一些事件牌，特殊时刻翻开后出怪用的，这个是祝福牌。 不同颜色应该代表着不同的方向吧？这是怪物攻击牌，这是战斗牌，这是咱们玩家的战斗牌。他这儿你看有这个图标，到时候你出这个牌，去把怪物的这些去填上。 当具体能不能填这个，我还要再学习一下啊。具体怎么填，我还要学习一下。战斗牌比较多，三个神像底座怎么样？一级的时候怎么样？二级的时候怎么样？三级的时候怎么样？可以给你增加属性，还有抓更多的战斗牌。第一个获胜方法是抢地盘儿。游戏有很多块大陆，每块大陆有三个区域，你占据三个大陆上面的一共九块区域，你就赢了。 第二个条件是建神殿，如果你拥有了建好了五个神殿的区域，你也就赢了。两个人玩就减少到四个。第三个获胜条件是战斗玩法，打怪，只有打败两个怪物的人才有条件挑战洛基。打败洛基之后，你就获胜了。两人局就改为打败一个怪物就有条件挑战洛基。这一打都是一到二人的，还有奥特曼。嘿嘿，太棒了。然后这一大打,打就是。 多人游玩的，其实牌数量不多。这是解锁盒，解锁盒就薄一些，二分之一多一点。哦、哎、呦，一块额外的地图，这个是五个人玩的。哦，五个人玩的是和二人的那个拼在一起吗？ 啊，这个板件儿有新的两个英雄，还有第五位玩家，第五玩家扩嘛，就和你看梦境差不多。这是他的符文，还有两个神殿。第五玩家扩把双人面板放好之后，再用额外面板和他连接。哎，芬尼尔、约顿、嘎德、Kraken，这是两个怪物和一个 boss，大狼芬尼尔。 大家应该很熟悉，这是第五位玩家啊，黄色玩家，有点像骷髅，骷髅战士。两个怪物板和一个玩家占领标记物，一个额外的玩家板块，一个新的神像。啊，他这个是多个扩展合一的，第五玩家扩，洛基之子扩，By Frost，彩虹桥守卫扩。 尼德维埃尔扩，这好像是侏儒或黑暗精灵的住所。还有一些额外的扩展，还有啊、哦，这个是洛基之子扩的这个 BOSS 芬尼尔，可以用芬尼尔换掉洛基，成为游戏的最终大 BOSS。玩过战神，咱们对这个北欧神话可是比较了解了，就。哦，两个神像。 啊，每一个模型都好漂亮，推荐看看几本北欧神话的神话故事。我在玩战神之前大概的读了一遍，了解了很多有意思的故事。比如说洛基为什么是洛基，他如何就成为了诸神黄昏中最重要的那个穿针引线，把绝大部分故事串起来的那个人。包括很多北欧神话中这些神他们的一些特点，在玩这个游戏的时候代入感肯定就更强了。一些新的战斗牌。 哦，赫尔，地狱女神，她的神像。这是又有一个奥特曼。因为每个角色的 AI 牌是有区别的，所以每新加一个角色就要加与它对应的 AI 卡牌。这个扩展比较直白、简单易懂，增加了一个大 BOSS，很有用，否则你只能打洛基。 来看看这个地形扩，有两盒，让你的游戏玩起来更具代入感。这些是介玉的模型，可以放在地图上，一共有九个介玉它没有实际的游戏性用途，每一个都对应一个这些介玉的纸板儿，但是这个纸板儿你玩的时候还要放上去，因为有这个介玉的功能介绍。你只放地形不放这个板件的话，你不知道。 激活它的时候获得什么效果？这是摆放监狱模型之后的效果。这个地形的配件不在游戏性奥印的那个里面，要额外购买。第二盒是兵营和祭坛的模型。原本的地图上兵营是画在板块上面的，神像是一个立牌儿。玩的就是沉浸感，但是多人玩的时候，棋盘上内容物已经非常多了，很密。这三 drop 预图的模型都是相同的颜色。 把这都放上之后，有点看不清了。原本的立牌反而很突出，一下就能看到。那兵营呢，印在上面也不会和其他的棋子混在一起，除非你把它都涂上颜色。如果你不打算涂颜色，我觉得可以选用一部分。正好这好看部分还有一个一个小盒的，这是一盒符文。这个大的是放在铸造符文的区域上面的，然后再把这个小的符文。 每次铸造出来就放在这个相当于锻造炉的底座上，英雄到那儿就可以取下来。这个锻炉区别挺大的，有个槽挺好，但是这符文啊挺小，而且有点看不清上面的三种符文的区别。在游戏的时候，不同的符文是有区别的，它对应不同的目标嘛。所以要想用这个替换的小符文，感觉还是需要涂一下颜色。埃格尔之海。 Negafor，啊，这是个 boss，可以替换洛基，整个把大海的主题进一步拓展，每一个玩家都多了四艘船，这有对应的规则啊。这是神像，漂亮。这是那个 boss，这应该是把大海的玩法进行了扩充。你看，多了好多这种小战船，每个角色。 一套小船，一二三四，一个人四艘，还有这新的神像的卡牌，还有神器啊等等。最后两盒，一个是更多的怪物，一个是巨人国度，实际就是新的介遇可以结盟啊什么的应该。我这是双人用的，这个是三到四人用的，包括四个巨人模型，他们属于怪物。我靠，真的帅。 很有力量感，但是这里面因为有神的存在，就感觉他们的这个身材比例会有一些感官上的误差。最后一盒这个《诸神黄昏》的怪物拓展，四个怪物的卡片说明书，这大龙。 机械龙，它有这种科学幻想、科学神话风格。看看这几个怪物的卡片，区域攻击、特殊攻击和奖励。好，那这个就是北欧众神的内容开箱了。还有一部分内容是我玩了两把这个游戏之后，给大家讲一讲它的基本的规则和玩起来的体验如何。小绿光你好，今天我们要讲这个北欧众神的规则了。 咱们时间有限，很难再找一个人和我进行对战。好在这个游戏有一个非常厉害的 solo 单人规则玩法，有一个 automa，相当于一个可以和玩家对战的 AI，可以陪咱们玩。那我自己玩？我自己玩。我，你看着，等你长大了就能跟我玩了。这儿有一个专门的针对单人玩家的一本说明书。玩家扮演的话，就是用这一面，它有一个特殊能力和一个雕像在这儿，像吗？ 拿一个大琴，但是你要是用 AI 的话，就用这一面这种叫做被腐化的追随者，是追随这个斯特尔特，就好像是一种恶魔被侵染了的这种腐化英雄。所以这个就是在剧情上面都讲清楚了，这个 AI 为什么是。 能够和玩家对战，它的一系列的规则都有变化，但整体的获胜规则不变。AI 的卡牌和玩家卡是不一样的。你看这边，斯诺瑞啊，具体怎么翻译我也不会。呃，他是奥丁之子，但这个游戏有非常强大的一个 solo 玩法。那我自己玩？我自己玩。我，你看着，等你长大了就能跟我玩了。这儿有一个专门的针对单人玩家的一本说明书是。 在基础之外的一个说明书也有八页，密密麻麻的。这个会给一些基础的普通玩家的规则进行改变，成这个奥托马 AI 的玩法。玩家扮演的话，就是用这一面，它有一个特殊能力和一个雕像在这儿，像吗？拿一个大琴，但是你要是用 AI 的话，就用这一面。这种叫做被腐化的追随者，是追随这个斯特尔特，就好像是一种。 恶魔被侵染了的这种腐化英雄，所以这个就是在剧情上面都讲清楚了。这个 AI 为什么是能够和玩家对战，它的一系列的规则都有变化，但整体的获胜规则不变。AI 的卡牌和玩家卡是不一样的。你看这边，斯诺瑞啊，具体怎么翻译我也不会。呃，他是奥丁之子，AI 玩家永远先行，普通玩家起始啊。我这个普通玩家叫 Ragnar，权力。 力量和智慧都是二点开始，但是 AI 的话，每一个角色不一样，它是二二，智慧是三点，所以智慧是三点开始。智慧影响他能够拿的这个符文数、战斗牌。AI 本身也不受影响，永远都是最高八张。喜好啊等等的，还有它有一个叫做 Desolation，应该是荒芜的标记、荒废标记，就是感染了嘛。如果我们是两人对战，就都看这小格子，它的起始格是七号。 所以就放在这个七号位这儿，然后荒芜标记的起始格子是十一号，就在这儿十一号拿一个荒芜格，七号放好之后，要在这儿拿两个他的小兵，一号位就是他每一个兵只有一个能力值，放在和他一起初始位置，这样他一个人带了两个兵。 士兵还是卫兵？士兵可以占地盘的。我们也选一个位置，放下我们这个打卡这个战船，看到没有？然后英雄可以出现在战船相邻的一个区域。那我们就出在这个十号区。我们的英雄带两个一点血的兵。红色的是坏蛋吗？红色的是我们，蓝色的是敌人。敌人因为是 AI，所以他没有船，他不需要看船，直接就能从地缝里冒出来。 我把这个所有的需要的卡放在这儿了：战斗卡、事件卡、怪物卡、blessing 卡。一人一张。哎，然后，哎，来了。你拿一张放在这儿，不要看。你可以看，我不能看。这个是 AI 的卡。然后我拿一个卡，我可以看。这个可以用作和敌人的敌兵战斗，以及和怪物战斗两种地方。这个我们到时候就可以用。我们现在。 符文是没有的，祭祀也是没有的，这都需要在游戏中去获得。这个游戏规则非常的复杂啊，讲起来很难。大概的感觉就是，双人游玩使用这一面稍微少一点的是十六个板块，多人游玩用这个正面二十一个区域。这个绿色的是一个大陆，然后里面有三个区域；紫色的也是一个大陆，黄色的一个大陆，蓝色的一个大陆。 橙色的一个大陆，每一个大陆基本都是三块儿。这个大陆就相当于我们部族可以围着这个北欧神话中的生命树，哎，生活的区域。而北欧神话中的九界在这里面有几个界，比如说这边南芙海姆、<f> heim, 华纳海姆，还有这个精灵区域 a l 阿 h e 海姆，heim, 还有巨人区域，还有火雾穆斯法海。 还有 Swataheim 黑暗精灵的界域，在这个里面是有这六个界域，这些界域我们是进不去的。但是我们的角色如果在一个界域旁边，可以花一个对应的符文与这个界域进行联盟，联盟了之后我们就能够获得好处。然后我们的目标就是用这个小兵去占据这些区域，这个就是一个基本的区控游戏。 刚开始是一，但是未来我们召唤的时候，我们的第一个这个权力值有几点，我们招出的兵就是几点力量。然后每一个区域有不同的属性，比如说这个区域它是一个兵营，你看这儿有个兵营，你增兵或者是出兵，可以在自己占据的兵营区域出兵或者增兵。这个点数它一个默认的初始点数，如果我们在这儿的兵数是。 比这个初始点数大或者相同的话，我们就可以直接占。哎，所以我决定，咱不在这儿出了，咱们在这儿出，在这个区域出，它这直接是二，我们有两个兵加起来是两点兵力，直接我们就把这个区域占了，对吧？从我们的供应区拿一个控制的符号标记，嘚，把这儿盖上。这个盖上之后，以后就再也不需要看它的这个初始的区域兵力值了。 那这儿我们也是占了一个兵营区。那第二种还有一种区域拥有这个神庙的建造标记，在这个区域我们可以建一个神庙。你看这正好有一个建祭坛的位置，所以这儿也画这个祭坛。那我们如果把这儿区域占了之后，就可以在特殊行动的时候建一个神庙，建上祭坛的时候，马上就可以获得一个这个小祭祀。获得祭祀之后，我们。 并不是放到别处啊，是放到我们的角色面板上，这就相当于我们可以使用的一个资源了。我们可以拿一个祭祀，在使用它的时候，放到三个神像的区域上。三个神像分别代表着权力、奥丁、力量、雷神托尔以及这个智慧、弗雷亚。放祭祀的时候。 把一个祭祀放到自己想放的任何一个神像上，只要有空座就可以，而且你不需要占领这个区域就可以直接放。如果我放在这个权力的奥丁区域，就可以得到一个属性加成，加一点权力，我们就三了。以后再出兵的时候，我们就出三。而且我们的这个神像也是非常重要的。刚开始你看神像都没有，但是我们也可以在这儿空祈祷。但是玩着玩着。 我们就可以把奥丁建在这个区域上。我们有很多行动嘛，我们有一个专门的行动叫做建神像。有三步。哎，刚开始是建一级，是建一个腿。建起一级来之后，我们在祈祷的时候，就除了在获得一个权力的属性提升之外，还可以把我的一个军队的力量加一。就比如说我这是一。 我就可以把它把选一个生成二，如果再建一次，啊，胸像也建上了，是不是更伟大了？然后就二级，可以把一个军队提升两点攻击力。再建第三次，头也建上了，厉不厉害？建上之后就是三级了。当每次祈祷的时候，除了加一点权力属性之外，还可以给你的军队增加三。不同的神像属性不同，比如说索尔建成三级之后。 加一点力量之外，还能抽三张战斗卡。弗雷亚，智慧，好嘞，建好了，建好之后就可以加一点智慧，以及获得三个符文，任意选择，非常厉害。那么在刚开始的时候，这些神像全都是没有建好的。 那每一次见这个神像，基本上是无事可做，或者是你有些特定的想法的时候才会见，这个是处在最后的一个特殊行动，在这儿选，看中间这个，看神像一二三级。然后呢，中间的特殊行动还包括六个其他的行动，包括增援士兵，然后行军。 准备准备是几个选项中选一个，包括给士兵增加呀，还有抽牌什么的。这个建一个神庙，就是当你占据了这种神圣区域的时候，你就可以在特殊行动中选建神庙。还有怪物行动，你就可以驱动一个怪物。那现在我们的场上已经有两个怪物了，这怪物是根据人数的，我们是二人对决，所以刚开始放两个怪物，具体放法就不说了。放完之后，这个怪物呢，我们可以选择控制怪物。哎，这有四个。 我们是红色的。如果我们有符文，这怪物是有不同的符文的。这游戏一共有六个怪物，这样两两对应符文上。如果我们现在在面板上，如果我们有这个符文，那我们就可以控制一个叫 Dragger 的怪物。我们把这个符文交了，就可以把这个 Dragger 变成我们自己的人，给它套上一个红色的底座，后面。 当在驱动它的时候，可以由我们来选择它的行动，以及我们可以驱动它。哦，是要在符文行动中花符文来控制，但是激活怪物的时候，怪物有移动或地区攻击两种行为。怪物有移动啊，移动之后有个践踏效果。第二种行动叫地区攻击。如果是激活一个自己已经控制了的怪物，就可以自己选择它这两个行动之一。 如果是激活一个中立怪物，就要投骰子来决定了。看它是移动还是使用地区攻击。咱继续说特殊行动啊，实在太多了，一共有六七种。接下来一个叫做抢夺。你的英雄如果在一个区域，如果你英雄的力量大于或等于该区域的初始的兵力值，或者是敌方已经占据了这儿之后的区域兵力值，你就可以直接。 把这块地方抢夺过来，不用放兵，而抢夺过来的地盘，其他的敌方的对方的这个兵就要撤退。如果无路撤退，好像就直接牺牲了。然后，如果你能够直接用英雄的这个抢夺能力占据一个地盘的话，比如说我现在的力量是三点，那这个区域是三，我在这儿使用特殊行动。使用特殊行动的时候，刚刚忘说了，怎么使用呢？就是你直接。 如果这儿谁都没有的话，没有你自己的，你就可以使用这个行动。那我用一个这个控制标志放在这儿，我就选择这个 Swanheim、Swatohheim、Swatofheim，这是黑暗精灵界域的能力，抢夺放在这儿，那我就能够力量是三，就把这块区域抢了。抢了之后，直接放一个控制标记，同时把一个小兵放在这儿，出个兵，而且这个兵等于我的。 权力值是二，那我们的出兵就是二。那么，比如说 AI，他也想要抢一个地盘儿，那他要在用的时候呢，他就可以把这个他的这个图标盖在我的图标上面，被盖住的人会直接得到一个符文，就是一个非常有用的资源，这也很好。他在这儿的时候，我还可以继续盖他，哎，我又盖了，他也得一个符文。那比如这个区域我已经用过了四个行动，我实在没事儿干了，我不想选这两个区域，我怎么办呢？ 我就要选中间这个，啪，建一个神像。当建神像的时候，整个地图大部分的东西都会进行刷新，同时会建起一个神像来。那这些也就都拿掉了，我们就又可以使用一些和借喻的能力了。刷新的时候，包括这些符文打造区域，哎，就像一个。 大的锻造台，《暗黑破坏神》里不就有那锻造台吗？有大恶魔在那儿拿着大锤子锻造符文。那这个符文，我如果回合结束的时候英雄停在这个符文区域，在一个回合开始的时候，我这个符文就拿到了，我就可以以后用这个非常宝贵的资源，在符文行动的时候使用各种能力行动了。但是当我拿掉之后，这个锻造区域是不会自动出现这个符文的。在我玩的过程中啊，只有在。 我们建造神像的时候会刷新这个符文，就又摆上了。同时，每一个神像有两个祈祷位，如果这两个祈祷位都被我们的小人占据了，那再有人想加权力，那他加不了了。那只有刷新一下，哎，建一个神像，把神像建一级，所有棋盘上的祭祀就会回到供应区啊！注意，不是回到自己的角色面板上。所以这个游戏。 在区域占据方面，基本上就是这样嘛。比如说，和大概的区控游戏都差不多。我可以控制我的一个兵啊，移动一步。如果这个兵已经升到三级了，那当这个兵移动到这儿的时候，它就可以直接把这个区域占据住，占据住就控制了嘛。哎，当时录的时候忘了说，如果我们的兵走到一个有敌兵的区域，这个时候直接就开始战争。两边不仅要比双方的兵力数值。 玩家还可以出战斗牌，那你的战斗卡的打出数量是要少于自己的智慧数量的。那比如说刚开始二，那我们的战斗卡牌也很少的，这个卡牌抽牌的机会也不是那么的多。我们用一张，那这儿先加一点战力，然后再看这儿，瞬间降低敌方一个军队的力量一，就相当于直接射死了对手的一个兵。但是如果对手只有一个兵，就不会被消灭。 这个是它的这个射箭，因为可能一个兵比较不不容易射到。然后这儿有一个这个伤亡图标，有一个伤亡图标，就是最后整场战斗战斗完了之后，我们的军队也会受伤。那比如如果我们获胜了，敌方的每一个单位都要降低一点力量，并且要撤到相邻的敌方控制的区域中。如果相邻区域没有敌方控制的，那这些兵就直接嗝屁了。那我们的兵也会根据。 出牌的结果计算这个伤亡人数，如果伤亡的人数把我们自己的兵也给减死了，我们就占不了这个区域了。但是如果我们战斗获胜，并且有兵力存在于这个区域当中，那我们也就直接占领了这个区域。这个就是这个游戏中抢夺地盘的一个最基本的战斗玩法。然后当我们建雕像的时候，还有一个重要的就是看这个诸神黄昏条件卡。 一共有五个卡，这是二人玩的时候的卡，难度相对降低一点。三到四人的时候，这个卡会更难。比如说，可能是要杀掉两个怪物。如果有一个人占据了一个大陆的三个区域，那这张牌就翻过来。那如果已经建了三个神庙，这张牌也翻过来。如果有三张牌全都翻过来了，就触发了诸神黄昏。之后就是最后一轮会触发最终的。 获胜方式，这个游戏一共有三加一种获胜方式。第一种获胜方式就是抢地盘获胜。刚刚说了一共有几种颜色的大陆，每一个大陆有三块。当一个玩家控制了全部的蓝色区域，就相当于蓝色大陆已经被我控制了。那当我控制三个大陆的时候，咱就赢了。第二个获胜规则，你要控制五个神庙区域，且建完了五个神庙。 那你就赢了。这个游戏一共就只有五个神庙。如果是两个人玩的话，就只要占四个区域有神庙的就算赢了。第三种获胜方法是小雷光最喜欢的是什么？啊、对我们先在这个地图上打败两个怪物之后，就可以挑战 BOSS 洛基。基础盒里只有这一个 BOSS，然后后面的一些扩展还会增加其他的 BOSS 和怪物。那打怪就是我们要用战斗卡和怪物本身的。 怪物战斗卡来进行一些比较。如果我们填格子，这个是双刀、弓箭、长枪，每一个战斗卡有它不同的格子。哎，那这个我就可以填它的这个弓箭格，就拿我的一个这个填到这儿。如果我把所有的格子全都填满了，就完蛋了。嗯、这个怪物就被我们打败了，它就是我们的一个战利品，放在我们的这里。 如果是多人游戏的话，我们打败了两个怪物之后，就可以去挑战洛基。洛基每一个格子需要两个卡牌才能填上，而且一次战斗没有把他的这五个格子，就是十张战斗卡填都填上打败的话，你第二次再来进攻，他又恢复到满血了。而这种小怪他不是的，你比如说你第一次打，你就打了四个四格血，他还有三格，哎，被 AI 打败了，AI。 填填填，或者你的对手填满了，那么这个雕像算谁打败的？我们算对手，虽然我们打败的多，但是是谁打完最后一格血，谁得这个雕像。AI 得了，但是因为我们已经造成了四格血，只要是造成的血量大于等于四格，你也能够获得一个辅助杀手标记，就相当于你也帮助大家打败了一个这个怪物，那么你就可以获得一个。 杀手标记等同于一个雕像。当我们多人游戏的时候，打败两个雕像之后，可以挑战洛基。双人游戏的时候，比如说和一个 AI 对战，那只要我们有了一个打败怪物的标记，就可以去挑战洛基了。但是我们的能力啊，可能不太足，打不过，就需要再变得更强一点。而我们的这个力量啊、智慧啊，都决定着我们战斗卡的这个战斗效果。所以，第三个获胜方式就是。 谁打败洛基，谁就赢了。还有三加一，1, 最后一个获胜方式，刚刚不说了吗？当诸神黄昏条件五个中达成三个，这个时候触发诸神黄昏。啥叫诸神黄昏？就是所有的神都要被毁灭了。我们就要围着这个生命树去占更多的地方，来让我们有更好的生存空间。那最后一轮结束之后，就要看。 谁占据的围着这个生命树的区域格数最多，谁就赢。一共五块区域，我占了三个地儿，蓝色占了两个地儿，所以是咱们赢了，对吧？因为我们生存空间大呀。但是因为我们这是在和 AI 对战，有一个额外的计算规则：这个周边的五个区域中没有一个这个 Desolation Token，就是毁灭标记，敌人就加一。所以它现在是三比三平了，那也算 AI 赢。所以三加一个获胜方式。哎呀！ 终于讲的差不多了，其实还有非常多的细节没有讲清楚，也没有办法在这个讲，因为它的规则实在是太复杂了。这几个维度全是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不是说我就奔着占地盘我就能赢，因为即便你光占了地盘，你的力量不够，你力量不够，你的兵不够强，敌人在看你快赢了之前，啪啪啪把你的几个地盘一占一抢，你原来的计划就失败了。 所以刚开始啊，还是要稍微的去均衡的发展。当然，我这都是纸上谈兵，游戏的战斗经验非常的少，想要操作好还是很困难的。想要控制好玩好是需要很长时间的练习的，因为它的规则就很复杂。学会了规则之后，玩两盘，我觉得基本上就能够感受到这几个维度之间的关联与相互的促进。它这几个维度之间的耦合程度非常的高。 这个版面很复杂，就有点看不太清。你像这个冰，如果一旦多了，然后这上面又建了很多神庙，然后还有很多怪物，然后还有很多这个毁灭标记。那么，如果我们再放上额外购买的一些雕像在这上面的话，就像我第一次玩的时候，那真的就是太乱了，因为所有的这个玉图的雕像全是这种红色的。 比较难以分辨。如果我们这个稍微涂上颜色的话，看的会更清楚。就比如说这个雕像啊，还有戒玉的模型。但是戒玉的模型其实它还会盖住戒玉的效果，呃，就有点用处不大啊。我觉得这个祭坛是有点用处。兵营，你说你在这儿放一个兵营的雕像，虽然看着很好看，但是其实我们看这个图也能够看出来。呃，还有就是这个小的符文，如果。 用额外的那个符文标记，你不涂的话，它是一个很小的白色的标记，有点难以看清楚。如果大家刚开始玩的话，就用这个基础盒里的这些内容就非常够了。这个游戏的复杂程度、重开程度是非常高的，想要玩好了要花很长的时间。玩好了之后再加那些扩展的东西，应该会更好。扩展还会增加一些新的 BOSS 啊、新的怪物啊，还有新的神像，还有一个新的。 角色变化也是非常的多。总之，这游戏的难度我觉得是非常高的，它的上手难度很高。但是当你学会了之后，可能它的复杂程度又没有那么高。就我第一次玩，从下午五六点玩到了晚上一点，我才玩完了一局。当然，很多的规则可能都玩错了。但是，一旦你学会了，看着辅助卡，如果是和玩家一起玩，就需要三张辅助卡，它就包括了。 玩家的回合，一二三四五种行动，每种行动中又有几种分支，然后有打仗的时候是怎么样，建神像的时候怎么样，特殊行动怎么样，符文行动怎么样，获胜条件，你的属性的意义，这就相当于把这个玩家回合的所有行动的内容全都给你展开解释了，看着就比较容易，而且当你开始玩之后啊。 呃，你会发现，你要么，比如说你符文都没有，那你就直接跳过了符文行动。打猎，你又不是每次都会打怪物，所以打猎也不需要经常看。然后建神像的这个规则，其实很少会去建神像，一般都是玩过几回合之后才会去建神像去刷新啊等等的，嗯等等，反正就是整个的游戏很复杂。 所以，整个你控制自己的兵力，怎么在这个棋盘上布局，什么时候建造，什么时候打怪，玩起来应该是斗智斗勇。但是需要每一个玩家都对这个游戏比较了解。你要想找一个轻度的玩家上来就跟你玩这个，感觉不大可能。那么单人游玩呢？我觉得这游戏做的是非常的深入的，就是你单人玩也会有很强的乐趣，但是计算的难度以及结算的难度也大大的提高了。 每回合会从你已经组合好的奥特玛行动卡牌库中抽出三张，然后投一个骰子，一号，那么我们就把这个一放在这三张最左边的这个，那这张就是我们这一回合选定的一个 AI 行动指令，从上到下顺次执行，和普通的玩家差不多。但是当选择符文行动的时候，是跳过这张牌，从这儿、这儿、这儿、这儿这四个区域从左到右开始选能够使用的，就要看。 呃，AI 的这个符文数量嘛，呃，然后再使用它的特殊行动，还有一些特殊效果。最后，它是洗回这个 AI 排池，还是把它弃掉，就看下面的这个。如果在做各种选择的时候出现平局，就要看这儿写的是 min 还是 max。如果是 max，就选大的；如果是 min，就选小的。AI 的卡牌构成也不是一套，它有三套 basic 基础卡牌是这种灰色的，还有三套。 面向于不同获胜方式的一个目标卡牌，像 Jao 就是抢地盘的获胜方式，还有呃杀怪以及建神庙的获胜方式。然后还有两张每一个英雄独特的卡牌。那么我们使用的是 s n o r n i 十二加二十四张 AI 卡混在一起，然后每次抽三张，然后又有一个随机性来判断三。 每次是用的哪一个？然后如果这张牌被用掉了，那这个就往前走，然后再翻一张到这儿。它的这个几率是通过骰子控制的。这个骰子有三个一、两个二和一个三，所以就是留的时间最长的这张卡牌被使用的几率最高。当 AI 去进行战斗的时候，不管是祝福卡还是获得的神器卡。 都不会看它的效果，而是直接在它的战斗中进行一个加成，这样计算起来也比较容易。而我们玩家如果获得了祝福卡和神器卡，就要再看这个卡片上面的效果了。那么这个游戏也是非常的占地方啊！我第一次玩完之后，呃，觉得摆的不好，太占地儿了，而且看的不清楚。那现在我做了一些调整，我和 AI 就直接并排着放，这样更明显。然后这儿。 放他的 AI 卡，这儿有一些抽牌的，这儿放这个资源区。那其实这个游戏要用到的资源种类不多啊，混在一起也没什么事儿。然后这边是六个怪物和洛基，然后把诸神黄昏卡摆在那儿。整个地图是比较长的，因为我自己玩呢，我就把它竖起来了。如果是多人玩，其实一个人在左边，一个人在右边也可以。如果是三到四个人，就要用另外这面地图了。 然后呢，我把所有的额外购买的模型没有使用，因为那个对于我现在玩的不太熟的话，就是看不太清。那这样一看就清晰清爽的比较多，虽然沉浸感会下降，但是刚开始在学习规则的时候，这样子也是比较容易的。整体的布局可以给大家拍一下。其实因为我这个桌子是一个很小的桌子。 宽度只有五十五以五十五左右，长度是一米二，是一个小朋友的一个玩具桌。因为我平时跟小雷光玩桌游，所以呃这个桌子比较合适。如果太高的话，他够不着。嗯，那现在这个桌子加一点点扩展，将将是可以两个人玩的。如果要四个人玩，就要一个正常的桌游桌了。美式游戏嘛，配件比较多，一般都需要比较大的地方。 那我们讲到最后，小雷光也已经走了，讲规则和大概的体验就花了这么长时间。总之，这是一个很重度的一个虚控战斗多人对战游戏。我个人还是蛮期待它的正式版的，因为这个主题我实在是太喜欢了。当时玩的那个第一次，也有一种每一次膜拜众神、见神像的时候是最刺激的，就是你有那种感觉，北欧的众神高高在上，当我们。 花一个行动，也就是我们全部的精力和资源的那种感觉啊，打造一个神像的时候，你就感觉这个神像的建起，给整个北欧的大陆都带来了一个新的生机，所有的东西都刷新了一下，还会发生很多的事件呀、啊，还有一些祝福的牌呀、啊，也能够得到，这个感觉非常的不错。补充一点，就是每次当我们使用这个中央区域的特殊行动的时候。 它会直接激活，比如说我们激活这个精灵国度。那如果之前我的英雄在它靠近的区域用一个符文和它建立了结盟之后，即便我英雄走了，现在可以看到我已经不是控制了这个界域啊，人家精灵国度可不会被我控制。我和他建立了联盟之后，当使用这个特殊行动的时候，就会激活这个区域的特效。 所有和这个界域建立联盟的部族都会获得这个特效。如果我们两个都结都建立了结盟，那就可以把你的英雄放在任意一个区域，同时治疗一点受伤。哎呀，细碎规则太多了，受伤也讲一下吧。受伤就是这个游戏的英雄是不会死的。比如说我们三四五点能力了，当我们被怪物打啊受伤了，受伤了之后呢，我们就翻一个面儿，我们可以选啊，我们就让我们的权力面儿。 翻成这面受伤面，那就是原本不管你是几，你都变二啊！你这边受伤了也是变二。这个游戏有一些方式可以治疗受伤啊，比如说我们英雄行动就不走英雄了，不让英雄移动了，我们就可以治疗一滴血啊，就是这样的。这个英雄如果已经有三个受伤了，就不会再额外受伤，死不了。然后比如说我们现在这儿有四点智慧，那我们最多呢就是可以放四个符文。 我们就从下往上放，因为刚开始玩啊，喜欢从上往下放。后来发现其实从下往上放是对的。哎，这四个符文放好之后，可以看到正好这块会指示你，你不能超过这个智慧，你不能拿更多的符文。那我们也可以在这儿贮藏几个这个祭祀，只有我们贮藏在这个板上的祭祀，才可以在每一回合开始的时候拿这个祭祀去祈祷。我觉得以我的能力吧。 因为我这种区控游戏其实玩的不是特别多，我很早的时候玩过一个叫做 Risk 的区控游戏，但是这个它除了区控之外，还增加了战斗以及建造，然后资源管理，又有英雄，学会了之后应该是非常的有意思，而且这个主题实在是太喜欢了，北欧众神，虽然。 这个北欧的神啊，不像战神里面一样直接进入过来和我们打架了。我们扮演的是北欧众神照耀下面，或者是力量之下生存的一些部族。那这些部族就要在众神黄昏来临之前找到自己的栖息地，或者消灭引发诸神黄昏的洛基，从而在这个艰难的自然条件下生存下来。整个的主题性。 非常的强，而这些众神也是我们膜拜的对象。那能够挑战一些这种 BOSS 已经很厉害了，想要挑战洛基，那真的是特别的难。我看很多人的评测都很难把洛基真正的打败。所以初始包里虽然只有六个固定的敌人和一个固定的 BOSS，但其实因为它并不是唯一的获胜方式，其实变化不是那么多的话，我觉得也还好。但是如果你买了扩展的话，变化会更多，包括可以把这个洛基 BOSS 换成菲利尔。 就是那只巨狼。那么，三个神像也都是我们最熟悉也喜爱的：奥丁、雷神、弗雷亚。在这个战神当中，也有非常明确的表现。我想玩过战神的朋友应该非常多，对北欧神话在那个时候啊，大家也都学习了一下啊，不是，我也随着那个学习了一下，所以玩这个的时候就有一定的代入感。如果咱们知道阿尔夫汉，阿尔夫嘛，这个精灵，它是精灵国度。 这个 j o d u n h e i m 你不知道 j o d u n h e i m 是什么意思？它是巨人国度。那你的代入感可能就稍微的会有那么一点点的下降。但是北欧神话非常容易学，就薄薄的一本书就能够把一些北欧神话中发生的各种有趣的事件呀、啊，洛基作为一个里面最重要的角色，都和各个神出现过什么有趣的事儿啊，都学习一下。 如果你已经知道了的话，那玩这个游戏，它的这种代入感、沉浸感应该就会更好，真的能够感受到，哎，你膜拜一个神像会给自己的部族力量带来提升。那和各个部族之间如何在神的照耀之下去进行战斗，包括啊，很重要的，比如说，如果我们已经占据了雷神这个神像的区域，这个是我们的了。 那我们就可以直接获得雷神的一个赐福，就能够控制这个雷神的雷神之锤，它就在我们的面板上了。在我们的回合开始的时候，可以直接抓一张战斗牌。那直接抓一张战斗牌可太厉害了吧？那弗雷亚呢？它是智慧嘛，所以我们的开始回合前可以获得一个任意的选择的符文。而奥丁的枪就可以获得。 让一个军队增加一，但是好像使用完之后，它就会横置，或者你把它扣过来。当我们再去建雕像起伏之后，这个就又会重新的回来，就可以再用了。你不能每一回都用嘛？那样可能能力也就太强了。 总之，这样的细节在这个游戏当中也非常多。这一次基本上是把这个游戏讲的差不多了。其实这已经是我第二次录制了，第一次是一边玩一边讲，没讲好。但是这次呢，虽然也没有做出一个类似规则教学一样那么详细的规则讲解，但我觉得已经把玩这个游戏的时候可能体验到的一些很有意思的步骤啊、特色啊、它的机制是如何和北欧神话结合在一起，让你玩的特别投入、特别有意思。 希望这个视频能够体现出其中一二吧。最后还要补充一句，这个视频都是针对我个人 solo 玩和奥 m a 对战得到的体验来制作的。等到未来这个游戏众筹结束之后，我拿到中文的正式版，再去和朋友们真人对战玩玩，那个时候再和大家分享更多的体验。如果你喜欢这个主题的话，可以多关注一下。现在也是在新五级预热和众筹，我是非常期待这款游戏的表现的。那这就是今天的雷电不插电节目。 我们下次再见吧，拜拜。